抢攻春天商机，这是有连锁手摇饮店就融入了樱花元素，而不止如此，也推出了抹茶季哦。这是有甜点店出奇招，就推出了抹茶相关产品。轻易切开抹茶千层，甘醇茶香和香浓奶香紧密交织，吃起来软绵滑顺。起上一圈圈抹茶双起灵，里头 Q 弹抹茶冻，鲜奶油起司奶盖层层堆叠，清凉口感吃得到茶香余韵。迎接抹茶季，抹茶甜点全员出动。就是要锁定抹茶控，可以看到呢，眼前是摆出满满的抹茶甜点，像是这经典的抹茶千层蛋糕之外呢，还有这个甜咸交织的抹茶三角饭团，通通都可以让你吃到饱。浓浓日式风情甜点店开大绝，除了经典的抹茶千层、巴斯克乳酪、梦幻的莓果生乳卷等超过20道甜点，限时2周吃到饱外，还有现烤的抹茶披萨、酥脆饼皮、包裹红豆按瓦吉，另外也能吃到抹茶鲑鱼三角饭团，甜咸混搭让抹茶控暴动，出现排队人潮。像我们的抹茶巴菲杯，然后抹茶沙之蒙布朗。跟我们的抹茶千层茶店合作，我们有做了抹茶红豆白玉的披萨，次的活动可以帮我们增加大概2到3成的业绩，这样。倒入粉嫩的樱花寒天、红玉粉果，搭配清香回甘的奶茶，挑动视觉和味觉。连锁手摇饮店融入樱花元素，推出樱红粉果亮奶茶、黑红果竹香鲜奶茶，竹叶清香中飘散樱花香气，享受疗愈微甜的春光。丝滑柔顺，然后又富有口感，这样属于少女系的饮品。那我们发现还蛮多女性客户喜欢的。无论是手摇饮还是甜点店，找来神队友助攻，让春日气息多点浪漫和缤纷。记者中央陈俊台北怎么懂。